恐怖的邻居大叔又回来了 Hello Neighbor 系列最新作 Hello Neighbor Diaries 在手机上推出啦。我们要扮演住邻居大叔对面的男孩，追查失踪的好朋友究竟是不是被恐怖邻居给绑架了。我们要偷偷入侵邻居的房子，把证据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来。没想到这邻居家里到处都是陷阱，不小心踩到感应地板或是监视器都会触发警报，恐怖邻居就会从墙壁变出一台电梯跑出来抓我们。面对各种机关，我们也可以用搜刮来的废料购买各种装备，像是弹跳鞋或是 X 光透视眼镜，都可以帮助我们顺利过关。究竟为什么恐怖邻居大叔有这种神奇的力量？我们又该拍下什么东西当作证据呢？只能压抑着内心的恐惧，多潜入几次咯。